惠妹当年是以嘹亮高音唱响歌坛的，攀升到了天后地位之后，让人很意外，她选择归零，以阿密特的身份再出发，而且再夺金曲奖。过程当中呢，几度面临了危机考验，让她有比较不一样的思考。我们继续跟着镜头来看阿妹、阿密特这双重身份、双品牌经营的张惠妹一路创造的记录跟经典。台湾情歌有张惠妹，我就是饶舌的阿密特。舞台上的他同时成功经营自己这两个品牌，一个是充满风格不断进化让人耳目一新的阿密特，一个是能快能慢美式情歌经典到让人难以忘怀的阿妹张惠妹。希望自己的那个创作或者是灵感它是源源不绝的，就可能今年是阿妹，可能明年是阿密特。是情歌做基础奠定张惠妹在歌坛的地位，也就没有现在阿密特能发挥的空间，而且阿妹的出现更代表台湾稳稳成为华语歌坛的领头羊。1996之前是香港歌手的天下，但那年之后越来越多大卖的 hit 唱片和歌手 met in Taiwan。1996张惠妹第一张专辑就横扫歌坛，不管快歌慢歌几乎每一首都很夯。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奢望把爱切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1996的姐妹，1997的 Bad Boy， 张惠妹浑厚嘹亮的歌声，热情奔放、能静能动的表演风格，让她一鸣惊人，还以新人的身份打破歌神张学友的记录，接连两张专辑都创下突破百万的销售佳绩。因为她当初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以国语歌坛那时候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没有钱。前面没有人创缔造过的一些记录，也稳住了他在歌坛里面的重要性跟地位。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歌神张学友欣赏到，曾收录在自己发行的翻唱专辑中。快20年后的现在，南韩歌王郑淳元参加大陆歌唱节目，也还是选这首歌，而且用全中文演唱，借此展现自己的唱功。
感。歌坛不到两年，张惠妹就碰上第一个重大打击，亦师亦友的张雨生车祸离世。姐妹跟 Babel 这两张专辑全部是张雨生帮他制作。小宝是97年发生事情嘛，一直到99年我们办魅力四射99巡回演唱会，那时候他都在台上唱到小宝，一直到现在，我不觉得他真的有曾经走出来过。就举办第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隔年又办了14场，香港、上海、北京、台北，演唱会观众累积50万人。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你在台上，为什么每一次感觉好像有很多用不完的力气？还没上台之前，我会怀疑自己，我会担心自己可不可以，可是呢，当我从这个舞台一走上来，站上来，然后听到你们的声音，看到你们的人，看到你们所有每一张脸，嘿，我就好有力气啊。张惠妹红遍亚洲，2000年她成为第一位接受 CNN 专访的台湾歌手，但同一年的国歌事件却也让她的歌唱事业陷入重大危机。虽然有一段时间被大陆全面封杀，却无法影响阿妹在歌坛的发展。更新的想念，我都心思转眼，谁能用真心说抱歉？也接连举办大型演唱会，阿妹的现场魅力席卷华人世界，歌唱事业持续走高，却在最高峰的时候传出她的声音变质了。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几张情歌专辑被质疑声音沙哑，音质不如以往干净。当年音乐圈甚至有重量级音乐人要阿妹休息再出发。面对外界倒嗓传言，张惠妹选择离开，到美国游学3个月，当个单纯快乐的学生。刚刚走开的人，烟还点着，味道却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
再出发，是张惠妹迈入歌坛的第十年了。2006这一年对阿妹来说是最关键的。我要快乐这首歌一推出就被认为是阿妹低潮过后回归歌坛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这张专辑在亚洲销量高达200万张，有人形容这首歌写的根本就是阿妹的心情。把从前想了一遍，历经大小风波，歌坛十年的阿妹更内敛成熟了，诠释情歌更细腻，面对事情更大气。不管是妹式情歌或妹式舞蹈，仍旧引领着华语歌坛的流行。做天后宝座，张惠妹大可以继续维持她的妹式情歌或者妹式快歌舞蹈，但阿妹不愿只走安全的路，她选择大胆挑战，催生了阿密特。她的故事性很强大，主要从台东比赛高高低低跌跌，然后输再赢，再姐妹，然后一些好的不好的事情。那这个人本来她就是对，在大心目中来讲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人。那有故事性的人就是一个很难得的艺人特质。坚持是对的，都要跳起来，改变是对的。然后爱唱歌是对的。坚持改变，却又同时保有阿妹的自我本色，双品牌并行不悖，张惠妹为自己再创歌唱巅峰。